大家好，我是 Bill 王洪恩，我是罗文玉，你是？大家好，我是 Howard 苏豪，我是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陈廷九。苏豪最近发行全新的创作专辑，对，来说一下这张专辑。哇，哦，这张专辑其实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是3月、4月的时候，单曲的时候是我单曲第一首歌的时候，嗯，然后我现在这张专辑就集结了前面5个月的单曲，加上还没曝光的5首歌，嗯，集结成10首歌一起发一张。就不啰嗦，一个对音乐说话的人，我话少说一点。就怪我死心难改。哇耶！苏豪有这首歌安慰很多，真的，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失恋好像是一个很丢脸啊，然后觉得很痛苦。这苏豪你会吗？那么帅，会又有才华，有很伤心啊，有吗？失恋是很伤心的那种。你的伤心会是那种微是笑出来的那种吗？我是有去喝酒的意思。其实我觉得零九呢，你终于发行你自己全新的作品。对，哇，隔多久离上一张？快2年吧。哦，2年哦，1年半，然后多一点这样。对，单曲跟直接做一张专辑，专辑当然就是会比较完整性啦。我觉得那是概念的东西。对，比较概念。一整个概念的话，是用专辑来呈现的。如果你是想用日记的方式去书写你的生活，那就像苏豪这样。对。零九讲那么多，是不是要来一首贡献一首？好，对不对？哎，新时代校园小王子了，又帅，然后他们两个身高又都1.8多，还好我们今天都坐着录。哦。你写的名字像是在我的手中，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了笑容，交错的时空在回心坠落，在黄昏与你短暂的冲动，你写的名字像是在我的手中，我却在他的网络上，我知道在 YouTube 创造出大概600,000-700,000的点击量。哦，对，这种哇，我们有个共同偶像。哦，有吗？我知道，应该搞不好也是我的。上个月我们有去看演唱会。对。哦，周杰伦什么歌影响了你们？来，直接好不好？什么歌？告白气球。哦，我会。欸，有什么样？默契耶。花店的灰，一直去做谁？告白球，我追到对街，微笑在天上飞。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不需要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。听到了吗？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现在我们走到哪里，我们就出一个歌词 ，OK， 也可以。然后你们就接着唱，我们考你们。好，真的完全没有 say 哦。我看到，你看了什么？那个0398-86588，有想到一个是不是？弹一个刚刚六五八八。0398-86588，你的车子大鼓不要按到喇叭。Yeah. 非常恭喜 Win 哥当老爸。Hey, 我看到前面一台车，他的车牌号码是 RBS3678。我想要狠狠扒他，因为他挡在我的前面。换我。OK。
这个时候我就想要写一首给我的妈妈。虽然母亲节过了，还有中秋节。每当月圆的时候，我就想要唱一首歌和吹喇叭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要挑战这个任务呢，算是车内桌游了。谁是卧底？OK， 来，我们真的没有先看，我也不知道答案在哪里，后面是没。哇！哦，各自给自己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那是这个。哎，它透光性哦。我没有看到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会那个。哦、对，我的是我的是这个。不要看，不要看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好，我这样好，我的是这个。我是这个，盖起来，盖起来。好，大家观众都知道谁是卧底。好，朱浩，你先。好。什么状况下？我吃的、喝的、玩的。快！对。哒哒。哇，好难啊！这个我先好了。好，你先。好好好。我觉得这个，它跟新媒体的时代其实蛮有关系的。哦。我的是，我觉得。基本上我蛮不喜欢这样的状态了。这个状态，哦，好难啊！我知道了，创作人，创作人，四个字，通讯软体的关系。哦，它可以用一首歌来表达。我觉得文明病的一种，换你，我吗？对，这四个字跟我有蛮大的关系。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哎、欸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、欸。没有，我觉得四个人都一样哎、欸。那另外一个答案应该是类似，可能至少一两个字之类的。哦，对，有可能，因为它两个答案会很像。好，好，指认好不好？指认好不好？1、2、3，我吗？所以我票最多。我觉得那就是我，但是我要公布答案哦。好，好，我是已读不回。已读不回，我是已读不回，我是不读不回。当当当当。等有各位观众，我们网络大明星即将结束，到一个段落，我们要请今天的来宾为我们出一个题目，题目是什么？我们送你这个啊、哦、马赛克的眼镜啊、哦、有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，唱的新歌，一开始唱的那首歌、oh, 总共有几个字，你的歌嘛，对不对？失恋是什么？哎，不，那09出一题，因为我们两个眼镜嘛、啊、好，那我出一个题，就是说我跟书豪的共同的偶像是谁。哦、那他怎么回答呢？如果你在看这个影片呢，在影片下方留言，而且公开分享，我们就会抽这个两个眼镜，马赛克眼镜，好不好？ Okay. 我们今天网络大明星成功。